我会用你这双手，亲自为你报仇。 替我办两件事儿。我现在要去杀一个人，但事成之后，这条命就归你了。杀萧炎是两件事之一。我让你跟踪一个人，监视他，必要的时候，你还得保护他。谁？萧炎。大千世界位面交汇，无尽的世界中，族群崛起。 消亡，强者腾飞，陨落。在这多如繁星的世界里，有一片充满斗气的大陆。我叫萧炎，我的故事就从这片大陆开始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我失去了母亲，失去了斗气，给我亮！失去了尊严。我这次来，是来退婚的。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给了我希望。 对，这还是没有啊！你感觉到底准不准确啊，老师？斗气，斗气，我也一点都没有了。哎，斗气，老师，你别吓我呀！现在救我唯一的办法，去石磨城。好，然后呢？ 先去最大的酒楼，点一杯奶酒，要超大杯的，再来一整条烤羊腿，要几壶烹的，外面酥，里面嫩的。啊，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，你每个字都要听清楚。哎，欺师灭祖啊！造物正经，我不去石磨城，我要去找青莲地心火。整个沙漠都被你找遍了。 就差石磨城了，你啊是怕见你两个哥哥，才不敢去的吧？不是不敢，啊，是不想，我何必主动送上门找嘛？哎呀，咱俩去石磨城是比美食，不是去看亲戚，我又不想看他们俩跳舞。<笑>咋了？一听你哥跳舞，你就吓趴下了？哎。 你想的可别多管闲事，哎，你干嘛？你背了那么久，你现在一点斗气都没有了。
别救了，你没看其他人都死了吗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了。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就是有点为难你啊。去石墨城。 全是沙子，哎呦，还有岩石、双眼、贴腰，也可能是五根。手段、脚段、甲沟炎啊。肾亏、脾亏、脂肪肝。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坏消息，基本上是废了。医好了，也废了。那好消息呢？没有外伤。哎，这个皮包下来可以留个念想。这位要是你的跟班，换一个。要是你的朋友，他欠你钱吗？欠的不多就算了。治好他不便宜吗？ 这个够吗？哎呦，够了！我的地土啊，选用的都是上等的羊皮，用硝石熏制几个月，再用蜂蜡涂抹晒干，晒干涂抹，涂抹晒干，再晒干涂抹15日。奶酒、臭大背、羊腿，一整条。老板，水，这里不卖水，卖给他。 这样就走了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不想惹事儿，你他妈还想惹事儿？啊！哎，你的水钱还没付呢。这杯水我没有喝，我为什么要付这个钱？这杯水是你要的，你就得付钱。动手，干他们！你能不能冷静点呢？行啊，你付钱，我就很冷静。这月蛇人的玩意儿哪儿来的？看样子。 刚发了笔小财吧？干他！干他们！什么呀？不想动手？那太好了，那咱们就省事儿了。我，哇！在我墨铁的地盘上，谁在闹事儿啊？大哥，二哥，小妍子。 一句话不说，离家出走3个月，那不是离家出走，大哥，那是进山修炼。都安排好了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回家。我不回家，我还有正事要办呢。你有个屁正事儿，我们才有正事呢，没工夫你在这胡闹。把我藏宝图还给我。哦，还真是什么藏宝图啊？还就在咱塔格尔大沙漠。想得美。 脑子还这么笨，说说吧，找什么呢？清理内心火。<笑>干嘛？很搞笑吗？就你这脑子，玩寻宝游戏磕着碰着尿裤子的时候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我看今天谁先尿裤子，还给我！哎哎哎哎，小李，你少给我在这犯浑啊！明儿你就给我回家去，别给自己找麻烦。 你二哥说的对啊，这次就当被骗了。被骗了什么意思？青莲地心火根本不存在。蛇人族与人族水火不容，战乱不休，这种争斗持续了千年，直到蛇人族陷入内乱，落败于人族。青莲地心火是蛇人族圣火。 传说掌握青莲地心火之人可号令天下蛇人，届时必将重新挑起两族之争。好在近百年来无数蛇人族前赴后继寻找青莲地心火，没有一个成功。
就连风头正盛的蛇人族首领彩铃也号称要寻找青莲地心火，想要借传说之力统一蛇人族各部。彩铃，彩铃，是蛇人族几百年来实力最强的女皇。这次出关之后，她不但有了斗皇的实力，更是号召全天下蛇人族团结起来向人类复仇。现在全天下所有的蛇人族都将她视为救星。对吧？奴婢不敢。现在呀，是人心惶惶，每天都有商队被蛇人绑架，蛇人奴隶也每天都有逃跑的。要不是我跟你二哥镇守石墨城，整个大漠都乱成一锅粥了。青莲地心火它就是个传说，就算它是真的，你一个人只身去寻找蛇人的圣火，不要命了？可是我不一样。这里不是乌坦城，没人保护。哎呀，不需要，我斗气已经恢复了。在魔兽山脉的时候，你们知道狼头兵团吗？怎么了呢？被我灭了。你还真是两杯酒下肚，什么都敢说呀。不是真的，而且害死母亲的三个人里面就有木蛇，狼头兵团团主。都全在底下的。明天回家。我不回家。哎呀，好看，真好看呐！谁看你呀？我看的是他。满意了吗？满意了就走吧。哎呀，我说你啊，放松，放松一点啊。老师不能帮你一辈子了，总有一天要靠你自己。不过这一次，老师愿意帮你。来，把你的身体借老师用一下。来，放松，再放松。老师，嗯。叫什么名字啊？青莲。哦，好名字呀！过来坐。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哎呀，来，过来坐。喂，老师，你这个玩的有点过分了吧？老师救了你那么多次，就不能享受一下吗？来，青莲，你给我按摩一下。给我按摩。过来。你先出去。来。你先出去。过来。刚刚。属实有点变态，我给你解释一下。不过这个东西解释起来有点复杂，是这样。不复杂。啊？刚刚是你们两个在争身体。你能看到我？嗯。碧蛇三花通，原来如此。哎，真是无趣。你自己慢慢玩，我玩不，自己玩去了。我的衣服呢？两位团长吩咐，把你的脏衣服全烧了。那我就这么一只哪吒。两位团长吩咐，在您进乌坦城之前，不让你穿一件衣服。那他们就不怕我这么就跑出去了？两位团长吩咐，您如果觉得这样不丢人，他们随意。那我的东西呢？地图、武器，这个我总能拿回来了吧？他们怎么吩咐的？没有吩咐，他们亲自看管。你一定有办法拿回来，只要你愿意帮我拿回来，我就可以给你。小黑少爷还请自重。我可以给你自由，自由。三个宝，三个石。来，哎。不让他醒了，小燕呢？侦查过程中呢，产生了其他的费用。你朋友送来的钱已经……那好商量，好商量。有优惠，有优惠。我问的是，送我来的那人，
去哪儿了？要说您的那个老板，哥，那是条汉子，跟人打架闹挺大的，墨铁兵团扣着呢。啊，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我们可都说了。你要方便的话，把账给结一下呗。东西，想不让别人知道可以，那你就是乖乖听人啊。少爷呢？刚刚我被人发现，是他救了我。哦，是你啊！是你从蛇人手中救了我，我甘愿侍奉你为我的主人。别人，快起来！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先离开这儿再说。啊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罗布。罗布，我感觉你好面熟，咱们以前是见过吗？没有，主人。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吧。二哥，这儿没人是你二哥，把他们都给我绑了。过分了，老三。拜托了。像我一样，装好。那是什么？杀兽。这种生物性格非常温顺，只要是有吃的，就愿意往前走。沙漠里的人经常用食物来训练杀兽，让他们为自己运载货物。答应我的两个条件，我让你跟踪一个人，监视他，必要的时候，你
你还得保护他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他不能死。你留着他，不就是为了神庙里的东西吗？你确实不错，但就是喜欢自作聪明。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计划，而你父亲是计划中的一部分。终有一天，你会明白这一切。到时候，我会给你杀死萧炎的力量。不需要，我只需要你放手，让我和萧炎一战。我会凭自己的力量杀了他。终有一天，你是可以的，但不是现在。老婆，哎，什么啊，老婆？对不起，主人，出什么事了？秦陵不见了。怎么样？他被抓走了，对方人很多，他现在很危险。看也看过了，两件吧。你这几个成色都一般呢，就那女的还行。这样，八千金。不够，再加2000。青莲，你干嘛？他是我的人。他是逃奴，照规矩。抓到的人可以任意处置。他不是逃奴，他是墨铁兵阁团长的侍女，团长是我哥哥萧鼎与萧丽，他只是出门办事儿，你没有权利处置他。墨铁兵团，好大的招牌啊！小子，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位是我们红沙佣兵团的团长豪格。我决定的事儿，没人可以改变。好强的斗气！我说的不是他，在你身后。现在敌我不分。不要轻举妄动。没有人可以改变，那钱总可以吧？你开个价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今天是我兄弟的忌日。当年他们就是被蛇奴埋在地下，活活被风沙吹死。从那以后，每年的今天，我都要抓几个蛇奴下去陪他们。那这个总可以吧？我的兄弟们一定会很喜欢这块宝石。站住！那一带留下，人都带走。你这是要明抢吗？你说呢？你为什么不生气？我想先听听你的理由。我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。我已经把你带成石木头了。你觉得蛇人族究竟是怎么样的人？跟我们人类一样，有喜怒哀乐，
善恶对错，也会像我们人类一样抓捕别的种族做奴隶。食人族并没有使用奴隶的习惯，可我刚刚被他们抓过来。他们抓捕人类并不是要当做奴隶，而是用来交换蛇人族奴隶。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蛇人族的奴隶。在远古的传说中，人类和蛇人族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只是因为互相对对方感到恐惧才彻底决裂成为尸仇。小岩少爷，你对我很好，也很善良，但你并不真的认为蛇人族是和你们一样有血有肉的生灵。你们可以憎恨我们，怜悯我们，畏惧我们，却唯独不能正视我们。就好像你给我自由这件事情，给我自由的承诺，跟诱惑杀手前行而给他食物又有何分别呢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再是奴隶，你是一个自由人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不过，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交两个新朋友。我，萧炎；他，罗卜。是为了寻找神庙，但我按照地图已经找了3个月了，连神庙的影子都没见着。神庙只有在特定的时间里出现，你这张地图和星图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，想要知道神庙出现的时间需要遵循星图的指引。就是今晚。想要让天上的星图和地图上的一一对应，3年来只有这么一次机会，我们的机会只有这么一晚。那地图的精度没那么高啊，这怎么找啊？我看不用找了。你为什么要找神庙？因为我要得到青莲地心火。那是蛇人族的圣火，你为什么要得到它？我要为我母亲报仇，青莲地心火能让我变强。把你那块铁锈用一下，我用绳子把它系上抛过去，然后咱们就可以爬上去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我都忘了你会飞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会飞啊？哦，就是那天看你从天上掉下来，我们才过去的。哦，对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这个神庙好小啊。嗯，跟我想象的也不太一样。蛇族圣城依照巢穴建筑物的部分是藏在地下的。哦。应该就是我们蛇人族几百年前关于青莲地心火的传说，也应该就是你们此行的目的。
昔日蛇人族领袖圣母从火山中取得了庆莲地心火，凭此壮大了蛇人族。好景不长，圣母的三个儿子为了争夺继承权互相内斗猜忌，从而引发了整个蛇人族的内乱。为了稳定局势，圣母设局考验三兄弟，意欲选出继承人，但最终无一人通过考验。圣母放逐了三兄弟，并规定以后只有女人能进入圣城，执掌蛇人族大权。为了避免后人滥用圣火，圣母将圣火放在石龟的心脏之上，并建设了神庙。只有当蛇人族陷入危机时，被圣火选中的人才能驾驭它，执掌蛇人族部落，度过危机。你们看，不要冲动，你现在不是他对手。先说，不打理。不是说好了吗？欺人不欺头。没想到这丹王古河的炼丹术如此高明，竟然把自己练得比这丹药还要滚圆。丹王古河，至少我不像你们这些低贱的蛇人一样，几百岁的人了，弄得跟个姑娘似的，恶心！你呸！蛇人族，老子拿青莲地心火炼丹救人，天大的功德！这青莲地心火乃是我蛇族人的至宝，怎么，你偷别人的东西还跟我讲理呢？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你叫他一声，你看他答应你吗？蛇族人哪配有这样的东西？我觉得你还是回你的蛇窝发号施令吧。你骗了吧？我就陪你活动活动身体。你以为你区区一个斗王能跟我这个斗皇较量？来来来来，我的屁股，是你，我跟你没完。留着它，不就是为了神庙里的东西吗？念在你们今日救了我蛇人族的族人，我先放过你。这小矮子是不是挂了？是。
三位相救这壮举，我丹王古河敏感五内。他居然真的自我介绍，叫自己丹王。哎，点小礼物，不成敬意啊，收下。今天这个遭遇，请本王领了。事儿还请各位忘忘，好吧？我就告辞了。记住，灵丹妙药认准丹王古河，最近离这块远点。今天彩铃打了我，我必有回应。走。一旦彩铃拿到千年地心火，他就会重新召集所有的蛇人部落，到那个时候这场战争就完全避免不了。我们是唯一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人。你说的阻止是把千年地心火夺到手吗？那到手之后呢？人类和蛇人族的矛盾你能解开吗？没有了千年地心火，人类和蛇人族的战争就会停止吗？会，因为我一定会想到办法。你要相信我。你真的有那么在乎塔格尔沙漠吗？你并不是为了两族的和平才来到这里，你是为了青年地心火。我不是你的奴隶。曾经我和我的父亲都生活在山里面，从我记事起，他就让我为他寻找一件宝物，这件宝物能让人成为世界上最毒的人。你阿爸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当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毒的人的时候，别人将无法再用毒来伤害你，而你却可以把毒当武器保护自己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阿爸送给我的，这就是阿爸爱我的方式吧。但是我懂得太晚了，直到他为我而死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早点明白这些，我为什么不能早点相信他。我会亲手为他复仇。其实好色的味道。你自己没流过眼泪吗？我们蛇人一生只流一次眼泪。什么时候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。青灵地心火在谁的手里面都无所谓，比起彩铃，我觉得在萧炎手里面会更合适。也许萧炎真的就是拯救蛇族的那个人吧。只有女人才能进。这就是圣城。对，就这也算圣城？与龟背上的神庙一样，我们的圣城是在地下的，越往下越代表尊贵隐秘。那个大殿只是通往圣城的入口而已。
由于当年圣母禁令，圣城是不允许男性兽人进入的，尤其是你们人类就更不允许进入了。那我们穿成这个样子能混进去吗？这身装扮只是为了进去之后不被发现而已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走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好些钱啊。古河大人到了。哎呀，古河大人请。各位啊，这个蛇奴啊，在彩铃的带领下是越来越残忍霸道，不把他们彻底清除，我们恐怕永无宁日。承蒙各位给面子，给我个丹王的称号，小王不才，但也得对得起这份称号啊。所以举起各路英雄，一起把蛇奴一网打尽。事成之后，所有的财物各佣兵团自由分配，蛇奴的活口交给各位老板买卖，如何呀？我只要一个人。彩铃。女皇驾到。知道我为什么召集你们前来吗？是我要宣布的第一件事，圣火再现，蛇族归一。圣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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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火。第二件事，我从即刻起即将闭关修炼，我将借助圣火的力量突破禁忌，待我出关之时，便是我族血洗屈辱向人类宣战之日。杀光人类，与我人类，杀光人类。现在蛇人还是一盘散沙，诸位在丹王古河的带领下精诚合作，胜局已定，不需要我们兄弟二人锦上添花。更何况墨铁兵团的主要任务就是誓死守卫石墨城。蛇奴劫掠往来商客已经威胁到石墨城的利益，你拿石墨城做挡箭，这个理由。两位团长认识一个叫萧炎的吗？他是我们的三弟。这位弟弟前两天带着一个蛇奴跑了，我碰巧抓到了那个蛇奴，他竟然一掷千金，只为从我手底下救走蛇奴，后来又把他们全都给放了。当弟弟的尚且如此，当哥哥的恐怕……二位要是实在不愿意出兵，那这事在石墨城恐怕要人尽皆知了。你再说一遍试试。我们要马上进去阻止彩莲，一旦让他操纵青莲地心火，战争就无法避免。双蛇火灵蛇，这小妮子不简单呐，碧蛇三花筒已经开启了两种颜色，有意思。我以我蛇族女王之名义召唤蛇族之圣火，深埋于岩浆地底的青色火莲，点燃撕裂黑暗的焰火，焚烧我的敌人，竭尽这世界上一切的罪恶。
怎么样？我们该怎么走？跟我来。他想要去入青莲当中的火种，那才是青莲地心火的核心，吸收了火种才算是真正的驯化了他。真麻烦，能量越大越麻烦，所以我才让你找异火吗？你的焚诀就是专门为了吸收异火而创的功法，有了它你才能变得更强。哎，这个只知道用蛮力的女人，火不是这么玩的。老师，他一个斗皇都搞不定我，我这个小斗士能行吗？你确实弱得一渣渣，但你这不是有我呢吗？而且异火这种灵物是会认主的，他不认就算是斗皇也没用。圣城人都会有危险，事成之后我要抽打你的奶酒，外酥里嫩的羊脂，还有……哎呀，别废话了，该怎么办？哎呀，衣服脱了，又要脱吗？来来来，老师帮帮你。火种，快去吃了。这怎么吃啊？让你吃你就吃，啰嗦什么？我没有那么容易被吸收，如果没有蛇族秘术的帮助，你只会被青莲地心火反噬。我还是低估了青莲地心火的能量，只有彩铃能帮你。女王大人，他是好人，我不会看着被圣火选中之人就这么死去，但这个忙不是白帮的。萧炎啊萧炎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师父，这是古河送给云岚宗的丹药。送给云岚宗的？拐弯抹角的就是送给你的。师父，这古河求人办事儿总是以丹药铺路，殊不知外面的丹药越多，他自己越廉价。这次什么事儿？他想请我去一趟塔格尔大沙漠，帮他一个忙。这古河对你倒是情有独钟。师父，弟子心境得了紫灵晶，正忙于修炼呢，所以……塔格尔沙漠正好你也没有去过，去见识见识。是。问你云南的绳子还有没有多余的呀？我开个价，你们抓到的俘虏想要卖个好价钱找我呀。滚。好好。大哥，我们怎么会跟这种人一块作战？人类大军压境，还不赶紧把彩铃叫出来。不可，女王正在闭关晋级的紧要关头。还紧要个屁呀、啊、
等人类把我们都杀了，他就算晋级斗宗又如何？可是慌什么？女王，您晋级的如何了？还能如何？看样子是晋级失败了。哼，造孽！平白无故把我们都召集过来，这次肯定被人类一锅端。蔡林，你就是我们蛇人的大罪人。今日就算我不行，也有他人能够解我们蛇族的危难。杀他！闭嘴！他是被圣火选中之人。不可能，区区一个人类，他只是个新晋的大斗师，怎么会？都已经救火了，差不多得了，管闲事得有个限度啊。你也看到了，你们人类侵占我们的土地，贩卖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保而已。况且你只是被一伙选中，你不会以为我是在求你的。你说的阻止是把青莲地心火毒到手了，那到手之后呢？人类跟蛇人族的矛盾你能解开？我一定会找到办法的，你要相信我。你刚刚提升为大斗师，况且你体内的青莲地心火还差两半，说明它并不完整。我不怕你与人类为敌，我只请你保我蛇族人的安全。只要你能做到，不管是任何事情，我都愿意答应。我就知道这个攻玉星界的女人，她现在让你扛的可是个大难。人类的部队会从墨铁城方向来，所以我们要设立四重关卡，才能阻挡他们的进攻。女王会下随我，会守住哨塔，以弓箭防御。忙上步！你们的武器适合近战，守住哨塔，任何人都不得靠近。遵旨！有蛇步，武器为鞭，蛇偷袭，分成两股，从左右包抄。遵旨！响尾部落，你们要驻守在圣城入口处。如果要是有人类的部队进来了，你们要在暗中混淆视听，对其进行打击。最后，墨铁兵团团长是我的哥哥萧鼎与萧丽，辛苦了。我会代表蛇人跟他们谈判，希望可以阻止这场无谓的战争。在那之前，一切都听罗布的。魔色魔人，魔色魔人，兄弟，靠你了。有完没完？有。你看，这连道墙都没有，这也能叫做城？谁愿意成为第一个冲进蛇奴圣城的勇士？是老三。哎，你们指挥官是谁啊？麻烦你过来一下，我先过去看看。他们要想耍花招，那你就看我的响指为好。闹死他！是你，兄弟。没想到在这儿还能遇到熟人啊。那这个事情就好办，那边
是你说了算吧。他这个生意就成了。哎，咱俩来个里应外合，兵不卸任。那什么，事成之后，彩铃归我，大人小孩，咱俩平分，如何？我跟你谈判是为了结束蛇人族与人类千年的斗争，不是谈生意。一切都是生意。哎，兄弟，最后再给你开个价，大人小孩都归你，我只要彩铃和青莲地心火。你驾驭不了青莲地心火，小心烧了你的屁股。不是说了不说屁股的事了吗？怎么了？屁股又不舒服了？你拒绝这么好的生意，你会后悔的。小丽，不，咋不动手呢？没看着吗？老三，你还真跟蛇人混在一起了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原本是想跟我们走。跟我们动手！人类动手了，蛇矛准备。萧炎还在下面。这儿。这是你的宝，这就是你的宝物。战争，战争就得死人。他萧炎如果真心为了蛇人，他应该有这个觉悟。弓箭手，准备，起手！
我让你杀了他，你怎么帮他呀？师父只是让我来帮你，帮你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。再这么啰嗦，别怪我对你不留情面。哎，姐姐，我错了呀。哎，姐姐。你不是找了高手吗？高手呢？跟我来。杀手，杀手喜欢群居，万里荒漠，你受宠吗？我的丹药不但能充满高手，更能充满战士女兽。整个塔格尔沙漠，没有比这只杀兽王更强的魔兽。才会去打一场无意义的仗，因为你的愚蠢和自以为是，我们堂堂墨铁兵团竟然要和一帮奴隶贩子为伍。你究竟要弄到什么地步才肯罢休？三弟，帮助蛇人族反抗人类，你知道会死多少人吗？你惹了多大祸，你知道吗？去想办法结束这场战争。哎呀，我就是要结束的嘛。只要你们还奴役蛇族，这场战争迟早都会发生。当人族和蛇人族平等的那天，这场战争才会结束。幼稚！是想要维持现状的你们才幼稚呢！欢迎来到试炼场，真是令人兴奋的巧合。800年后，仍旧是神场不行，仍旧是三兄弟。试炼场，圣伟三兄弟组的试炼场。没错。昔日圣母将这个试炼场交给我们兄弟打理，为的就是让我们兄弟选出。喂，你不是看守密道的吗？密道那是我相好的，我是看守，我是老大。哎，我是老大。我是老大，为什么老是保护我？不是我，就是你。不是我，就是你。哎，你有完没完？我没工夫跟你们在这废话。来，兄弟。准备再撞一次。Thank you.
器，专门对付你雷电属性的兵刃。少团主，我叫穆力。将会被封印在这里。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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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怎么办？别费力气了，这里有蛇族封印，连斗气你都无法施展。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谁想活下来，就上那个祭坛。上面只能容纳一人，别想作弊。你干嘛？你们干嘛？你们别干！干嘛？等一下！等一下！等一下！遇事则前，是萧门的规矩。小莲子，二哥这几年脾气不好，你受委屈了，以后别恨二哥。我不揍啊！小莲子，你个混蛋！你以为我是为了你吗？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去就白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小莲子，身为长子，我不但没有保护好你和母亲，还让你因为母亲的死背负了这么多年的痛苦和委屈，是大哥的失职。小莲子，我一直都知道母亲的死不是你的错，我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，却把怒火都发泄在你身上，我是个混蛋。
三弟，牺牲哥哥的性命为了自己的性命，这种鬼事情谁干得出来啊？兄弟共进退，要死就一起死。难道你就是那个被圣魂选中的人？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就会是一个人类。荒谬吗？可荒谬的是，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，正是要阻止这场针对蛇族的战争的人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阻止我的人竟然是你们。既然你是被圣火选中的人，那也就是我们蛇族的首领，我们将臣服于你，听从你的指令。无上荣耀的首领，请聆听我们的祈求。在您未完全驾驭圣火之前，请不要试图融合它。因为一旦失败，那将会是一场灾难。我们现在要离开这里，立刻，马上。好的。好的。Thank you.
英雄！一件十拿九稳的事情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奴隶贩子是废物，佣兵更是废物。我自己去救场吧，我那杀手王被一个小蛇奴往头上那么一按，睡着。哎，蛇奴，他的眼睛是什么样的颜色？结果情世界距离是越深越龙蛇圈，一样为魔心过为缘草书写下我们祖先名字里的言，与比我自爱多一点，调皮不孝只多一点，却也只两天地天不远，闪电点点提点三零去三千，大声大漠大道自大仙，
念这卷表格三千页，复制念念我删除重写，命运地图天上缺页，请看翻看，反正那都是光明一片。我脚下过去为遮掩，这生非要经过一夜，在万山前撩就天这点。Yeah.